Urolift。该系列短片将解释何为前列腺增生，又称良性前列腺增生或 BPE。本视频将介绍一种可能适合您的手术方法，称为 Urolift。Urolift 可在全身麻醉镇静或局部麻醉的情况下进行，是一种日间手术，这意味着您当天就可以回家。手术过程不到20分钟，无疼痛。一根管子穿过尿道，将永久性植入物插入前列腺。植入物将前列腺组织固定住，阻止其阻塞尿道，从而使尿液更容易流出。植入物的数量取决于前列腺的大小和形状。大多数男性在手术结束后无需插入导尿管。大多数患者的症状通常会在几周内得到迅速改善，其他人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。Urolift 的长期好处包括：无需服用治疗前列腺增大的药物，快速缓解症状，改善尿流，维持各方面性功能，包括正常射精，提高生活质量，术后可迅速恢复日常活动。手术前，医生会向您说明可能出现的副作用，可能包括排尿时疼痛或烧灼感、尿血、尿急、腹部或骨盆疼痛。大多数副作用会在2到4周内消失。如果您有任何顾虑，请咨询医生。Urolift 并不适合所有前列腺增大患者，泌尿外科医生会根据您的个人情况与您讨论治疗方案。更多信息可从以下网站获取。如果您对任何症状感到担忧，请咨询您的医生。